Hey guys， 大家可能看过《巴黎时装周》，也看过《维多利亚的秘密》，空空框框，空巴拉钢巴拉。我们看一下时装周那些奇葩的造型。这个人是真人吗？这个衣服是人往下掉的。妈呀，吓死了！穿衣服就算了，还要穿个人进去。这个是刚干完活，顺便来走个时装周吧。妈呀，这个更夸张了，三层圆还要配个绿帽子。Oh my god， 轮胎也穿在身上，哇，这件我好喜欢的。天哪，这就是我的 feel 啊！我决定打电话给我的设计师，让他帮我做一件。喂。喂，设计师吗？ Yes. 帮我设计一件衣服可以吗？ OK。 啊，木布林给你们的订购那个板凳给你跟巴达干呆。OK。OK， bye。拜。等待十五天后，这个衣服终于到手了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这是巨人穿的吧？怎么那么奇葩？而且这个衣服是没有袖子的，看到了吗？看一下后面，怎么穿？里面竟然是那个纸箱给我做的，纸箱给我撑成这样的，我还花了2000块钱。啊！从今天开始不扔。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？简直是买家秀跟卖家秀，穿起来像秘密谷。来，再看这背后，像古代被压的犯人。你说这个衣服没有手，我怎么拿东西？我他妈从这里伸出来啊！吃饭怎么吃？啊！设计这款衣服的人智障，怎么会提都提不了？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